正餐厅吃饭、逛夜市、接受媒体访问或登场 Computex， 三兆男黄仁勋都以同一件皮衣现身。攻占各大媒体版面之际，也让无数人问：这件能在台湾闷热天气下穿出门逛夜市的皮衣，到底是哪一牌 ？I have a couple questions. What's the story about your leather jacket? 正是美国精品 Tom Ford 2023春夏款式，原价$8,990，约台币29万元。无领设计结合仿西裔压纹，呈现出年轻气息，也不失专业架势。而这件 Tom Ford 皮外套还不只有黄仁勋有穿过。前几个月，南韩男神孔刘在拍摄 Tom Ford 香水广告时，就是穿同款外套，有网友大赞三兆男气场强大，就算和亚洲男神撞衫，帅气度不会输。而天天穿的黑皮衣当然不止这一件。除了 Tom Ford， 黄仁勋也钟爱英国品牌 Dunhill 皮衣，起跳价格超过台币10万。黄仁勋曾表示，这样的招牌穿着来自妻子 Lori 的购物成果，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思考穿衣的时间。This is what my wife bought for me, and this is what I'm wearing. and because I do 0% of my own shopping, as soon as something that doesn't, as soon as she finds something that doesn't make me itch。有时尚杂志分析，除了减少搭配时间，不少名人打造同款穿搭来树立形象，像是贾伯斯招牌黑毛衣，或美国时尚杂志总编安娜温图不变的短发，都是要固定个人特征来增加强大气场及信任感。同样道理也发生在黄仁勋皮衣上，成为三兆男的象征指标。三新闻姚海春报道。